们来看看王子的生活。因为小时候本来就比较好动，就各式运动我都想尝试看看，想接触看看。然后最近这一两年，我开始接触了自由搏击，一开始是为了防身，然后可是我发现都派不上用场。现在把自由搏击当作一种运动，我可以锻炼身体，也可以疏解一下压力。其实我也蛮喜欢看电影的，看到一些精彩刺激的场面，会让我心情还蛮愉快的。只是之前那些常约的朋友都已经交了女朋友了，然后我也不想当鞭灯泡，所以已经很久没有进戏院了。希望今天能找到一个每天都充满笑容的女孩，让我们给彼此更多阳光与温暖。刚刚没有说过话的啦，没有表达过自己，想要认识一下。可以，小欧，啊，王子你好，啊，因为我看到你运动介绍有说喜欢拳击的部分，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极限运动的，像是高空弹跳跟跳伞这一类的。嗯，那不晓得王子对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兴趣？哦，公主你好，其实我还之前还蛮想去尝试看看，就是跳那个高空弹跳那个。哦，对，就是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去。对，對好啊好。所以小欧有兴趣的意思是，你跳过吗？已经从事过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非常想，可是一样也都找不到人。哦，对对，就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哦，一定要有人陪啊，大家一起去，壮个胆。来，车车，就是王子你好，我也会上健身房，就是上拳击有氧，嗯，所以我懂那个想抒发心情的那个感觉。然后因为上拳击有氧啊，所以我喜欢看那个终极格斗赛，你也会看吗？哦，那个我很喜欢。哎呦，找到同好了。格斗赛可怕的，是那种打来打去，不是不是，就是一直踩地板那种，不是那种，那是假，那个摔跤。终极格斗就是把你哦，放到地板上，然后就一直捶你，一直捶你，或者锁定你的手之后，裁判不会叫停哦，一直到你认输为止。对，然后就一直很痛，你就哀哀叫，然后拍地板。对，拍地板就算认输。不是他讲的，我每次都觉得他是那个摔跤，就是表演型的那个，到底不是那种啦，不是那一种，就是真打那种，很可怕。对，就你喜欢看，就因为上了拳击有氧就蛮喜欢的哦，所以你也喜欢吗？哎，我对我也喜欢，我也是上了拳击以后开始就觉得，哎，其实那个也还不错。我们可以一起打拳，然后回家再一起看。然后他还把那个男的固定。今天换你洗衣服。好。好，你们慢慢看。好特别的兴趣哦。来，还有没有什么疑问？来，来，凯蒂，你会跳舞吗？要不跳舞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跳舞。不会，不会跳舞。那你会跳动吗？跳动，对，像这样子跳，跳动，你跳一跳，跳动吗？哦、oh, ，OK 啊，这有潜力会跳舞的。所以怎么样，凯蒂希望男生会跳舞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本身是舞者，那你教他啊，你可以教我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可以啊。这男生愿意学习就不是问题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跳女生的那种，你可以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把一个男生教他跳女生的舞呢？对，然后两个人一起这样扭着腰出去。其实有些男生跳女生舞跳比女生还要性感。对，只是问题是说他教他。这个男朋友跳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想要看到一个哦，不要太 man 是不是？对，一起拍一个影片，然后上传。我的妈，你小心啊！感觉是陷阱啊！不会啦，会有乐趣啦。来，感觉今天女生们都还蛮踊跃的。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了。来，好的，谁推荐你？妈妈。妈妈。对。妈妈在哪里工作？就一样在市场工作。哦。对对 对。哇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你哪一行的哟？孝顺。王子的推荐。你看。大家好，我是凯翔的妈妈。那凯翔是一个很孝顺啊，又很乖巧的小朋友。在市场工作的一些阿嬷在搬重东西的时候，那凯翔都会很主动的去帮他做。尤其是在对老人家他很尊敬，像在家里那个阿嬷之前要吃药的时候，他都会很贴心、很有耐心的喂阿嬷吃药。像现在这么孝顺的男生真的是很少见了，这也是我觉得很骄傲的地方。那也请现场的公主们给凯翔一个机会，让他跟你们做朋友。哇，盛况盛况啊！最喜欢看到这样的盛况。现场还有13盏灯，为菜市场最帅的王子亮着。王子实在太优秀，油灯的他觉得我找不到命里灯的理由。有人跟他一样爱运动，他有机会可以去运动，很喜欢看男生运动。也有人觉得他风趣，王子又还蛮幽默风趣。你很风趣，应该是可以觉得每天都很开心。但是王子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蛮孝顺，很孝顺，蛮孝顺，蛮乖的，很孝顺，非常孝顺，值得赞许。
孝顺的凯翔喜欢的是哪种 type 的女孩呢？接下来十三位少女、少女、少女们注意了，跟王子要面对的就是王子的选择。好，请等一下哈。十三个女生里面，你要灭掉十一盏灯，剩下两个最有感觉的女生，再对她们提出你的问题。王子的选择，请开始。Go。你干嘛一直学动物叫啦？因为我很开心啊。哦，那是开心啊。嗯，肚子饿哈。没有。来，剩下两个女生，凯蒂跟小欧。来，你要提出一个问题。你的问题是？好，如果今天你们到市场去陪我，然后可是遇到热情的妈妈，她说要介绍女儿给我认识，然后叫我留电话给她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看我在旁边，你看到啊，你要安怎处理？没痛殴那个妈妈，有答案的就举手。来，小欧，来小欧，他会跟那个妈妈讲说，哎，妈妈，你愿不愿意把电话先留给我？那我也很喜欢交朋友，那说不定我可以先跟你女儿先做个朋友。哎呦哎呀，哇，好猛啊！结果他们两个真的做朋友。好，凯蒂呢？来虚晃一招，我就觉得就留给他，就留给他，就留给他。嗯嗯，就留给啊，没关系啊。好，这个说法完全不一样。奇怪，都没有人要宣誓主权的哈。我会说妈，你在冲啥？我阴谋呢，你啊，你。你叫你妈。来乱套吗？我男朋友哎。妈妈，我是你男朋友，不是啦。我不是他男朋友。我是他男朋友。讲错越描越好。好啊。两个答案截然不同。接下来，心里有底了。在凯蒂跟小欧两个人中间，灭掉其中一盏灯，然后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到中间来。好，备好了吗？王子的决定，请开始。Go！你今天怎么那么兴奋啊，那么饿啊你？因为太开心了。来，先问一下王子，王子为什么你的决定是凯蒂跟他的答案有关系吗？有。哦，因为你很希望把电话给出去。不是，因为你遇到这些妈妈，她对你提出了要求，可是她并不会真的把女儿介绍给你。可是如果你当下直接拒绝她，她可能这个客人尴尬。不是，而且这个客人也就流失了。哦，对，而且你就会那个妈妈就会觉得，吼，这应该就别要做事情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状况她了解，因为她常常碰到这些妈妈，所以妈妈只是顺口讲，哎呀，小莲呢，没办法啊，女儿，她知道这都是开开玩笑或者这个，跟鼓，对啊。可是问题是女生怎么想？对啊，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做这个决定？你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顾客跟店员之间的一个？对啊，假如我真的是他女朋友的话，就觉得。反正我已经是他女朋友，那再怎么样也没关系。啊，对，就是有真的是。如果真的有别的竞争对手出现呢？那就看他自己吧。对啊，这种我那么优，这可以这样讲，一种就是放任型，一种就是自信型。没有，其实是相信，相信建立在一个信任上。好，就人跟人之间的确是要这样。凯蒂第一次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你看第一次来为什么比较容易送出去？可是这也是一个缘分，很多啊。来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布布。真的奇怪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要多介绍布布，因为我要让更多人看见布布。Okay, okay. 来，镜头给布布一下，布布挥挥手。那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男的冲着你来，我相信。对对对，布布目前是纪录保持人呢。对啊，很棒哎。哦，好，来，这个第一次来就送出去的，固然很好。来在现场的也要继续加油。而且呢，还有而且。而且那个女孩子就是她觉得两个人关系建立在信任上面，而男生的决定也建立在他你到底要讲什么啦？也建立在一份信任，你就是要给人家看小卡片，你给人家看嘛。相信自己一开始的决定。
就叫 Bingo。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未来那个男生给我的吗？会这样扭来扭去跟着凯蒂一起跳舞。而且男生，你不是说愿意为他学舞吗？来现场来一段，女生跳什么你就跳什么 ，Come on， 来吧。太难了，没有，你要跟着跳啊，跳啊，你可以简化，啊、你可以简化，我可以简化，你跟着他跳啊，对啊 ，OK 的，可以，好 OK， 好了，应该一边跳一边走。好，唱音乐不要停哦。好，恭喜两位在一起去跳舞吧。阿贝，慢慢的培养应该有机会的哈。一起跳，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起头，我就想给你撞头，这样子才有搞头。撞头有搞头？很痛，很痛吗？原创这种东西真的很妙，因为我真的让我吓到，因为他真的第一个就是写我，让我吓到。他蛮阳光的，对，然后还没看到他衣服底下，如果他的衣服底下是很有肌肉的话，就哇更喜欢这样。开心的跳起舞来啊！没错，因为刚刚送了一个很会跳舞的一对情侣，来看看王子的介绍。享受太平洋大溪地的阳光沙滩。在日本鹤冈村体验特色灯海，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疯狂购物节，这些画面都在我的脑海中。我的职业是一名旅游广告业务，帮旅行同业规划最有效的行销方式，掌握第一手的旅游市场资讯是我的专业。贴心体贴是我与生俱来的个性，今天就让我带着你一起认识世界吧。哦，哇，旅游广告业务，所以啊，他要把这个旅游景点做成广告，对，介绍给消费者，吸引你出去玩。那他自己也要去过，他才能够把这个广告弄得活灵活现啊。有道理，对不对？要自己去过才有办法说服别人嘛。他是活读书还是死读书？哇塞，来问问看。欢迎王子出场。欢迎。细心、贴心、有耐心，旅游广告业务，王子用他的灿烂笑容让女孩另类告白。我俩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下段让你在世界中心呼喊爱情登场。